什么？艾尔999队长失踪了？副队长有令，所有崎岖探员返回总部，清楚没有？崎岖。大闹基地，偷走时间飞船，现在还袭击队长，绝不能轻饶他们。第一次科技革命，第二次，第三次，很好很好，时空数据马上收集完毕，还差一点时空标尺就能完全校准，到时候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太苦了。切，不就边捣乱边用假信号引开崎岖探员吗？不对，假信号我还没放过呢。只要我们这个时代的崎岖特工队没有发现，就凭这些初代小鬼，根本阻止不了我达成真正目的回到那一天。那一天到底是哪一天哦？这跟你没关系啊。哼，给我制造时空起点去。滚，收到。这什么情况啊？马车，这剧情有点眼熟啊。那边还有怪怪事。来包薯片。不会吧，又没风了。真是的。总算出来了。根据资料，小镇的动力都变成了最原始的风力。这种怪事大家都不觉得奇怪？是时空起点，这是柠檬博士改变了影响世界的关键时刻导致的奇葩现象，对吧？没错，崎岖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好，出动吧。青青，这次到底是隔壁那个隔壁？对呀，怎么换新造型啦？你的奇趣变身服呢？这个。根据分析，这是敌人的圈套，不过我也还是要行动。没错，因为你是崎岖特工队。之前飞船被袭击的时候，我的徽章被弄坏了。不怕，青椒博士能修好它。不用不用，坏掉的徽章我已经丢了。可是好了，凯奇，你这么关心女孩子衣服干嘛？我好吧。这次关键时刻是1776年，英国发明家瓦特在好友博尔顿的帮助下，造出了第一台可以食用的蒸汽机。蒸汽机？蒸汽机是一种将蒸汽能量转换为机械动能的装置。哦，懂了。蒸汽机是人类史上最重要的发明。可以说，之后种种科技革新都是因为它才会出现。柠檬博士之所以扰乱时空，就是为了不让别人比自己出名。我们绝对要阻止他！出发了，时间飞船，奇趣变形。发现违法穿越，目标1776年。放心，我艾尔999一定会捉住罪犯的。
怎么还没到啊？真是还有多久啊？再不开始我要回去了。对，浪费我时间啊。非常抱歉。啊，奇怪，怎么还不来啊？博尔顿厂长，到底还要等多久啊？我们来这荒郊野外可不是为了看你这铸造厂的。威利先生，请卖我个面子，他马上就回来了。十分钟，希望你别让我失信于人，不然这英国不会再有你立足之地。非常感谢，放心，敢让您当介绍人，我是绝对有信心的。划时代的发明，你赌上一切帮的那小子真办得到吗？那当然，所以我才会拜托您请这些大人物来见证。有他们的担保，发明一定能顺利推广，这个世界将会因为他，因为瓦特而改变。飞轮、活塞、气缸，这都是蒸汽机的部件。可关键的瓦特先生呢？凯奇，再这么下去，蒸汽机的发表就会取消，博尔顿可要破产了。破产？对，没了博尔顿支持，瓦特就没法继续研究了。大哥，戈比戈比，对，我们分头找。不用了。前方发现瓦特的生命信号，附近还有高能量反应。高能量？瓦特身上有危险，快！哼，特防队走喽，锁定目标。哎，就让他来搞事情吧。嗯，温度下降了，不过冷凝器要达到完美还差一点。瓦特先生，本喵来也。你们是谁？想干什么？冷静，我们奇趣特工是来保护你去发布会的。奇趣特工？走吧，再磨蹭你的朋友就要破产了。就是因为博尔顿，我才不能马上去。他相信我能造出完美的蒸汽机，所以就算0.001的瑕疵我也绝不允许存在。可时间快要过了，你就不担心发布会取消吗？哼，我相信他，就像他相信我一样，所以我要做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造出足以改变世界的蒸汽机。不行，滚！哼，我才不准呢！这也是你们的朋友？怎么可能？那是坏柠檬！叽，蒸汽喷喷，前轮大冲锋！休想！逆转光枪！火箭！看招！火箭圈连环发射！铁轮战斩！不会吧！好你个破轮子，等着！驯龙战车出动！驯龙战车奇趣变形，看本喵驯龙的无影侠，蒸汽加速，攻击大本喵，前轮滚滚，什么？哇！再来，前轮大冲锋，秒！讨厌，蒸汽加速，超级铁轮转。啊，嘟嘟，本喵生气了。坏柠檬吃喵一脚，蒸汽加速，哼，再来。打不着。蒸汽加速，看招，铁轮冲锋。你想个办法。对，就是他，每次加速坏柠檬都要喷发蒸汽，这就是机会。
我最凶！糟糕！完了！没事。吓死了柠檬了，再来，蒸汽加一。讨厌，走下去了。没问题，通天金刚剪，奇翅爆发。奇趣特工任务成功！瓦特先生，我们快去发布会吧。可是我的冷凝器还有一点。哎呀，那就别动别动吧。哎，出发！等等。酷啊！好厉害！完美！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蒸汽机实在是太方便了。哎，怎么样？嘚瑟什么呢？就这还差得远呢。对，想要改变世界，我可少不了你的帮助。当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那三二一开拍。欢迎收看奇趣教教你，今天的课题是马路安全。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在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走人行横道哦，就像这样。在过马路前要先停下，好好看红绿灯的颜色。红灯停，绿灯行。嗯哼。咕嘟咕嘟。过马路轻轻松。不小心哦。什么？喂，没看见红绿灯吗？遵守交通规则。红绿灯那是什么？那么大的红绿灯哪去了？警告！小镇发生大量交通事故。什么？对面，这种怪事肯定是奇趣特工队时空节点出现了。出动吧！不怕长笛，奇趣出击。这次的时空节点和红绿灯有关，对吧？这次关键时刻是1868年英国伦敦，机械工程师纳伊特安装世界首个红绿灯的瞬间。根据资料，最早的红绿灯需要一位交警叔叔站在旁边手动切换。红灯、绿灯、红灯、绿灯、红灯、绿灯、红灯、绿灯，非常累人。尽管有各种不方便，可红绿灯确实让交通事故明显减少。龙查查一定是想破坏红绿灯的初次安装，绝不能让他得逞。好，那就交给本喵吧。喂，那是我的台词啊。时间飞船，奇趣变形，这里就是红绿灯初次安装的地点，议会大厦。真是奇怪喵，不是车子太多混乱才有红绿灯的吗？闪电猫，顶点车子声都没听见喵。小知识，红绿灯比汽车早发明18年，所以这时候路上塞的都是马车哦。你怎么样不早说。哇，这也太乱了吧，如果每天都这样。队长，纳伊特已经迟到半小时了。还亏我们特意来疏导交通，最后5分钟，纳伊特要是还不来，他那发明就不用试了。糟了，纳伊特迟到的话，红绿灯的初次安装可就失败了。
根据资料，纳伊特的工房就在附近，不应该迟到。这还不简单妙？根据剧情，百分百是坏柠檬搞事情。我们快去找纳伊特吧。喂，你们这么没良心，不管本喵了吗？真是的，今天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到处都是路障封路？绕远路就算了。居然还天降水果！还好我的驾驶水平高超，马上就到了，我的红绿灯一定能派上用场。萌查查，说好的妨碍多多，绝对去不了呢。现在都快到了。放心，看我的柠檬射手已在那里。不，停下！不好了！一转光枪！纳伊特先生，你没事吧？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奇趣特工队，是来保护您的。保护我？难道今天这些怪事都是有人在捣乱？不急，不是有人，是有柠檬。萌查查，可特币。对，有本喵坐镇，你休想搞事情。是吗？那边有柠檬炸弹。少来，这种幼稚招本喵才不上当。不上当更好。嘿，柠檬全防合体。我的红绿灯！纳伊特先生，你先躲一边，我们会帮您拿回来的。蒙查查，把红绿灯还来！静，你过来拿呀！绿灯爆炸，收起！就这鸟！嘿嘿，绿灯行，快走！还好，猫咪只是晕过去了。大家小心，那个红灯射线会把目标停住。嘟嘟，我们一起上吧。通天拳套，火箭拳。
没用没用的，超级大回旋，红灯停，出动！哈，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嘿，还给你们！别动！东东，啊，那里是没被红灯射到的。住的只有接触到光线的部分，也就是说金鱼战车的另一只手还能动呢，艾尔，而且正上方你的红灯就受不了了吧，冲天金刚剑奇趣爆发，太棒了，你这红绿灯实在太有用了，我们这就安排帮你推广到全国。哦，谢谢，谢谢你们，也谢谢你们奇趣特工队。奇趣特工任务成功。陈千操踏步走，一二三四，踮踮脚，甩甩手，深蹲蹦起，左右扭，再来，一二三，一地哥哥啥，本喵不用锻炼身体，一招光脊追踪，啥危险都不算事儿。地哥不会吧，瞧啥危险都不算。闪电猫你的尾巴，喵喵，啊，这什么情况？警告，头上有高能反应，怎么了？更大的要来喽！啊，快跑！我的家呀！警告，小镇各处出现了严重灾害。危险的陨石区，怎么天文台没有提前预警啊？因为没人能发现。什么？奇趣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又是柠檬博士，出动吧！不怕强敌，奇趣出击！星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根据分析，奇怪状况跟天文学有关。没错，这次被改变的正是影响天文科学发展的关键发明。耶，这不就是那个望远镜？这次关键时刻是1609年，意大利被誉为近代科学之父的伽利略发明天文望远镜。根据资料，伽利略还是人类史上第一个亲眼观测月球、木星、土星和太阳黑子的科学家。亲眼观察，科学家才能进一步研究宇宙，也就是说望远镜就是天文学发展的起点。
一定要保护好望远镜，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哦，出发。嗯，时间飞船奇趣变形，也就是十七世纪的威尼斯。嗯，怎么回事？这里为什么到处挂着这么多面具？好看吧？那叫威尼斯面具，是这里最特别的文化装饰，所以家家户户都会拿来做摆设。嗯，真漂亮。确认，伽利略正把发明带去科学议会的路上，只有得到议会的认可，天文望远镜才能普及。本喵要是坏柠檬，绝对挑现在搞事。你这乌鸦嘴！怪怪家伙，别过来！就是过来，没问题啊！嘿嘿，炸弹准备。传送报告。什么？我的望远镜，没事。才怪才怪，我来喽！送你炸弹，逆转光枪。不行！伽利略先生，你没事吧？你们是？我们是奇趣特工队，专门来对付那坏柠檬。小心，那些炸弹会从别的面具那飞出来。啊，闪电猫艾尔，收到，看我的光系追踪。百变重锤，光枪，可比可得比可比，嘟嘟干得漂亮，萌莎莎，这下你的怪招没用了。哎呦，我好害怕，站在后面吧。哦，不会吧，这里也有面具。啊，通天万能布。糟了，望远镜。哈哈哈哈，好机会，下潜。望远镜危险，鲸鱼战车闪光灯鱼，讨厌！根据分析，水底没面具，传送不了炸弹。启动秘密武器，流水吸击。阿狗，危险！来来，水炮发射！伽利略有很多影响世界的贡献，直接收拾他，时空数据肯定更多。听着，守株待兔，他们一定会回来。糟糕，科学议会马上就要结束了。放心，我们一定会帮您拿回望远镜。可这次坏柠檬有点厉害呀，要不伽大叔你回家再弄个望远镜。闪电猫，这也太……放心，本喵亲自去跟议会的人说，他们一定会等大叔的。不，他们不会同意，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我说的。
在天空之外还有别的星球。根据资料，这是十七世纪重要的科学争论。这时的人们认为整个宇宙只有地球一个星球。这还用争？肯定有别的星球啊，太阳不就是吗？可大家不认为那是星球，所以伽利略才被科学议会排挤。对，我的研究都被他们否决了。哟，快看快看，怎么还在研究啊？省省吧。就是，根本没有别的星球。一定有的，这是我最后的机会，眼见为实，通过望远镜我会让大家看到真正的宇宙。太励志了，喵。好，本喵跟幻柠檬拼了。等等，眼见为实，那要是看不见？有办法了。大家过来。柠檬，火眼金睛，谁也别想偷袭。呀哈，呀哈，望远镜到手。闪，不地，给我。被花柠檬发现了，艾儿，快溜快溜。收到，马力全开。眼睛，胆小喵，站住。我们赢了！伽利略先生，我们快赶过去科学议会。太好了，大家都看到了。我是对的，眼见为实，宇宙还有别的星球。奇趣特工，任务成功。的巧克力喵，我就先尝一块喵。哦，不错喵，再来一块吧。哦，怎么样回事？闪电猫，这次过分了啊！你把大家的巧克力全偷吃了。等等，这都是柠檬博士。嘴角还有呢。冤枉喵，真的是柠檬博士搞鬼，不信你看。哎，还真是柠檬博士的原因啊。闪电猫。以大喵不计小人过哦！奇趣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嗯，出动吧！
请请立正。这次被扰乱的是巧克力，你们必须全力以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是，可悲。青青今天怎么特别严肃啊？根据分析，青青最喜欢的零食是巧克力，这次巧克力消失了，她自然会很生气。不准交头接耳。是，作弊。这次的关键时刻是1519年，西班牙探险家科尔特斯在北美洲的阿兹特克获得了可可果，并将其带回欧洲。请问可可果是什么呀？东东，和巧克力又有什么样关系呢？艾尔。是，资料显示可可果是制作巧克力的主要原料，科尔特斯把可可果带回欧洲之后，巧克力才逐渐风靡全世界。明白，我们一定帮助科尔特斯得到可可果。出发吧，奇趣变形。这么大，我们上哪儿找科尔特斯啊？请救救我的朋友吧！他们被抓了，现在很危险。谁呀？这位先生，你的朋友被抓去哪里了呢？那是我第一次出海的时候，没想到就遇上了大风暴。船长，为什么您不会受到风暴的影响呢？因为我有它，可可果制成的饮料，帮你征服一切不可能。这醇厚的香味。哇，丝滑的口感，我浑身充满了力量。这个可可果广告和你的朋友被抓去哪儿有什么关系吗？从那天起，我就坚信我的朋友可可果可以拯救世界。原来你所说的朋友是可可果呀。分析，他大概可能也许应该就是科尔特斯。哎，艾尔，你没事吧？没见过你这么不确定的样子。戈德，比戈德，我没事。他的长相和数据库中的相片匹配率只有95.5%，所以我不能100%确定是他。前进吧，拯救我的朋友。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本命？资料显示，可可果在阿兹特克是用于祭祀的贡品，应该存放在祭坛中。你们是谁？竟敢擅闯祭坛！哦，可怜的可可果，跟我回欧洲吧！不，我不批准！你们分手合体！近期开始活动筋骨。是蒙查查！把你们甩飞出去吧！可可果！芝麻开后门。什么还有后门？隔壁的歌姬飞砖大轰炸。天塌下来还有高个子顶着。是可可果。救命啊！
停下！弄得这么大，怎么进得来？去那边，到火山那儿烧光可可果再回来。明白，这就过去。啊！啊！我的祭坛怎么跑路了呀？我晕。不能让蒙查查靠近火山口。光祭追踪，大头柠檬。接招！飞鸟踢！挠痒痒！哇！以我们目前的力量，阻止蒙查查前进的可能性为零。啊！既然拦不住蒙查查，那就用酋长的钥匙开门进去抢可可果。傻柠檬，稍等。啊！找到了！嘿，凯奇，拿到了酋长的开门钥匙。烂掉了！这也太赖皮了吧！更赖皮的还在后面呢！不要相信，可可果可以拯救世界。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出海的时候。又来回忆这危急时刻，你就别捣乱了。我们现在要的是打开门的钥匙，不是可可果。还有办法，我们将可可果注入钥匙孔里，凝固之后就能变成钥匙了。但我们没有可可果啊。可可果？彼得，正好我有一颗。彼得。可可果，太好了喵，没想到你对可可果的狂热帮大忙了。拯救世界需要可可果，这个拿去用吧。好，作战开始。嘿，我们奋斗行动。可可果，咕噜咕噜转，
家了。怪不得真人和数据库的相片不一样。原来科尔特斯吃了太多巧克力长胖了。机械特工任务成功。啊，长胖。还好我出的少。给。好的，收您100。100%纯金。哦，金元宝。稍等，我这就给您找零。分析有99%的几率，我要搞大妹。就等等，这是找您的80零钱，请给一下。艾尔，没事吧？喂，你这是在干什么呀？找零啊，100的元宝兑100斤银两，收您20，找80，不就是80斤吗？我可没算错。什么银两？纸币拿去了。不用分析，一有奇葩事，妥妥就是。奇趣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收到，不怕强敌，奇趣出击。锁定了时空起点的发生源，这次被改变的关键时刻是纸币。从很久以前开始，人们用贝壳、金、银、铜等东西作为交易货币，可是这些金属货币却有着种种不便，比如超重，非常不适合带着出行。对，艾尔就差点被压成小饼。正因如此，所以中国北宋时期就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交子？根据资料，当时的人把元宝存到钱庄，钱庄就会交付交子作为证明，利用交子就能在不同的钱庄兑现元宝。因为交子很方便，后来渐渐就不用再去钱庄把元宝兑出来，而是直接用交子进行交易。也是由此开始，纸币这个概念才正式出现，并逐渐影响到全世界。对呀，科普是听了，可坏柠檬这次到底捣乱了什么呀？交子之所以受到认可，是因为钱庄有信用，一定能兑现元宝。也就是说，蒙查查的目标是钱庄的元宝。我们一定要阻止他，出动吧！时间飞船，奇趣变形。这里就是北宋时期的四川成都。停手，别这样，听我解释。砸，给我狠狠的砸。两位老板冷静，请相信我们交子钱庄。还提交子，我付出的可是真金白银，现在兑换不了，你还敢让我们相信你？这是因为押送元宝的镖车迟迟未到，绝对不是故意为之。少多找借口。不要丢啊，当初说好随时都能兑回元宝，可现在呢？一堆废纸。来人，把他给我弄走。等等啊，我们发行交子最看重信用，拜托了，镖车马上就来，请给我们钱庄一次机会吧。镖车再不来，钱庄可就关门大吉了。一定是蒙查查狗事，我们得去把镖车救回来。艾尔、嘟嘟，这里交给你们。闪电猫，我们找镖车。收到，收到。蒙查查，你搞完事了吗？不是，放心，事情已经办好了，镖车没了马，肯定走不了了。而且这附近还有很多凶狠的山贼呢。哇哦，阴险，我喜欢。奇趣特工队，幸好有你们。不然我这镖可压不了了，真的没想到我这次压镖
竟然会碰上一只黄色山鲸，而且它还会使出奇怪的暗器，把我的马都吓跑了，然后还结结结的走了。还好你们来了，不过你们真厉害，小小年纪竟有如此功夫，竟然召唤出这么大的鸵。不准说鸵鸟，是驯龙战车。真是，站住！鸟，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买路财，买路财、啊、糟了，他们一定是附近的绿林山贼。好好看着，削铁如泥屠龙刀，刀枪不入护心镜，再配上砂锅大的拳头和风流倜傥的外表，老大一身神装，我劝你们还是乖乖就范。抱歉，我们赶时间。就这就是你说的凶狠山贼？懂了，肯定是特凡队来了。那你还愣在这儿，赶紧去给我搞事情。收到。雪山二龙呢？护心镜，嘿，就他了。柠檬，算是找到你。鸟。啊！站长，柠檬镜子人登场。啊！黄山鲸还懂变身术？果然是你，怪柠檬。废话少说，喊招！鸟，怎么啥事都没有？当然有。这里，超级大绝招，镜像复制大法。什么？驯龙战车被吃了？这又是什么神功？不是神功，这是科学。镜像光线可以复制射中的东西。本喵是人见人爱的超人气特工闪电猫哟！啊，竟敢闯关本喵帅脸，我一脚踢飞你！有点本事，再来！你的布置在这儿呢。喂，瞅啥呢？有闪边去，不然我一拳揍飞你！啊，我才不会那样说话呢。看招，通天万能步，我也万能步。不会吧？和开局，往哪的笨猫？闪电猫！嘿，好机会！有我阿虎在此，休想接！
嘛。可惜你赢不了我的，因为我们是一样的，我们的能力一模一样，这样根本分不出胜负啊。镜像光线可以复制射中的东西。射中的东西有了，你的鬼点子没有用。通天火星拳。是吗？那你瞧好了，飞鹰战车出动。飞鹰战车奇趣变形。就这，我也来。飞鹰战车快给我出动。咋回事？还不懂吗？只有被光线射中才会被复制。飞鹰战车可没被射到。也就是说，飞鹰战车是独一无二的。萌渣渣，站住！不会吧？看招！镜像光线！镜像光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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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鹰捕兽，发射！算你有信用，当然了。奇趣特工任务成功。周年玩具特卖会准备开始，大家恭喜你！终于等到这次特卖会了，你们都跟上我。观光电梯到了，欢迎光临。观光电梯呢？喂，不上去就别打到啊！我要去四楼。好的。请坐好扶稳。我要下二楼去。好的，请坐好扶稳。慢走。现在上个楼都这么有创意的吗？奇趣特工队，时空祭典出现了。果然，我们出动吧。扰乱的是公元前250年，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发明的滑轮组。这滑轮组是什么偶像组合吗？男团还是女团？滑轮组分为电滑轮和动滑轮。电滑轮能改变力的方向，动滑轮就能省力。资料显示，滑轮组是电梯的核心部件。比哥，根据资料记载。阿基米德利用滑轮组凭一人之力就能拉动一艘巨大的战船，自此滑轮组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包括电梯。明白了，我们一定要让阿基米德成功。出发吧，时间飞船，奇趣变形，No!
我亲爱的陛下。是阿基米德吗？是的，陛下。我有一个新发明想要呈现给您。哦，是吗？这次又是啥新鲜玩意儿？就是它。我向宙斯发誓，只要用滑轮组，就算是那艘大战船也能轻松拖出城门。那我给你一次机会，日出之前如果战船还未离开城门，你以后就到别的地方弄这些怪玩意儿吧。亲爱的陛下，我保证成功。嗯，准备搞事情。叽叽叽。根据分析，那位就是阿基米德。地上的泥沙那么好玩吗？阿基米德。根据资料，地上画的是非常复杂的力学演算方程式。碰一下都不行吗？阿基米德可是人类史上最著名的科学家，他做的演算没准会影响到后世很多发明呢，不能干扰到他，不然会造成更多的时空起点。好啦，不碰不碰，我一遍两块拳。去去，嘿，看招呼，来来，嘿。啊！糟了！不能让狗狗干扰到阿基米德。通天换，一转光枪。啊！哼气，没那么容易。百变送锤，我敲。不是那里，晚安晚安。收，晚安。可立的得命。我完成了，完美的方程式。你们是谁？我们是来帮你的，谁知道你写个作业那么认真。哦，我的老伙计，我们一起来见证科学的力量吧。等等等等，我们呀，又是特班队，生气。设置完成，行喽。这应该算成功吧。计算不可能出错，我肯定能拉得动。鸟，什么声音？黏黏蜘蛛网发射！嘿嘿，粘得紧紧的。原来是你干的好事。叽叽，嘿，吱吱，不吱吱。他用蜘蛛丝把船尾缠住了。蜘蛛丝，哦，我的老伙计。我就知道我的计算是正确的。天火箭拳，嘿，打不中，笨笨。蜘蛛丝，速度快停下！根据分析，蜘蛛丝弹性很强，物理攻击只会被弹开，反而会把大船砸烂。哦，那出动特工战车，飞鹰战车出动。
烧并不是胜负关键，我们可以用科学来以少胜多。道理我都懂，可要怎么做呀？海面重锤，我敲。快跑！半天没把船弄出去，倒是把城市搞得乱七八糟。我要把你们通通赶走。这怎么可能？我亲爱的陛下，看到了吧？这就是科学。起手式赢定了。切，谁还没个成名绝技呢？胡大师给他的颜色看看。柯大师加油。嘿哈嘿哈呀，杀嘿哈嘿。不能等本喵看我虎大师赢了再搞事吗？闪电猫，你错了，赢的肯定是贺大师。就凭你们家的金拳？小鸡啄，那是鹤拳，比三脚猫功夫厉害多了。虎大师厉害，贺大师更厉害。是你死了人群，知错了。这组的时空起点是上古时期的中国，被尊称为人文始祖的伏羲。发明功夫统一华夏，虽然过去数千年，功夫仍是人们健体防身的绝佳方式。根据资料，在伏羲打败牛部落的首领之后，功夫得以快速普及。好，我们一定要让伏羲打赢，出发吧！时间飞船，奇趣变形，
还有谁？如果再没人出战，就当你们认输，你们所有的房子和土地都归我们。首领威武，对，土地归我们了。你上呀。你怎么不上？我不行，你上吧。懦夫，你们要眼睁睁看着家园被抢走吗？那你倒是上啊。你们是要让我这把老骨头上吗？哎呦，我的腰啊。根据分析，这是两个部落为了争夺资源进行决斗。伏羲所在的鹿部落暂时处于下风。哼，可笑的弱者，你们是自己走呢，还是要我们赶你们走？踩到我了，松脚啊！根据资料，那位就是伏羲，他好像想出去应战，但被挡住了。不愧是人文始祖，勇敢帅气，本喵帮你，逆转光枪。你好。其实我只是路过，不小心被推进来了。如果您不介意，我马上出去。这算什么人文始祖面？贝哥哥，可以，但进来的人只能躺着出去。不好，铜钱万能布。什么人敢来捣乱？别误会，我们不是捣乱，只是有很重要的战术要告诉伏羲，请求暂停决斗。神圣的竞技场决斗怎能说停就停？哼，不同意的话，本喵就……就要这个力度。嘿嘿，满意的话，请给五星好评呀。哼，听着，我只等到火盆燃烧完。好机会。大家快逃呀。放我下来。先生，这次决斗可关系到你们部落的存亡啊，怎么可以逃跑呢？逃跑才是最明智的，弱者怎么可能战胜强者啊？当然可以，因为少年你骨骼惊奇，天赋异禀。各位哥哥是万中无一的功夫天才。功夫天才，功夫感觉很厉害的样子。伏羲先生，请留意看我们接下来的每一个动作。我们只做一次秒，能学到多少就看你的天分了。不准行。迷蒙三爽合体，是蒙查查圣牛显灵了。圣牛显灵。根据分析，凯奇他们有危险。哎，别偷懒呀。抱歉，艾尔继续为您服务。蛮牛冲冲，伏羲先生快躲起来。已经躲好了。躲得也太快了吧。百变喵秀斗牛喵，好帅。不羁撞飞你。来抓我呀。抓不到，抓不到。哇，好险，还好我躲得快。一定要受过专业训练才能成为斗牛士。闪电猫，伏羲先生。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嘟嘟，我们快救人。哥哥别想逃，蛮牛冲冲。通天金刚剑。嘟嘟戈壁。哎呀，你们输定了。
们马上烧光了。谁说的？扶起，走你！时间刚刚好。这就是，嘿嘿，本喵已经把所有功夫都交给伏羲了，他赢定了。全靠喵师傅指点。不可以！牛牛大爆锤，通天万能步。根据分析，萌叉叉蛮牛的力气比我们大。要给伏羲争取时间。吃我一套组合拳。不会吧，闪电梦，你到底教了伏羲什么功夫呀？没道理啊，电视里明明都是这样演的喵。电视弱者就是赢不了强者。哎，走吧，就这道靠不住。这次找个更偏僻的地方生活吧。连喵师傅都落败了，弱者只能逃跑。连树都欺负，有了，神牛猫有办法打败萌叉叉。只要这样，这样，不计就凭一只笨猫，蛮牛冲冲，上吧，神牛猫，收到喵。啊，喵师傅，我弹，对，就是这样，看到了吗，伏羲先生，借力打力，弱者也能战胜强者。借力，打力。不对，一定是幻觉。看我压扁你！不可能，都是幻觉，你不可能打倒我。没有什么不可能。就算只是弱者，也可以战胜强者。借力打力，以柔克刚，功夫赢了，太好了，赢了！伏羲，抢走他们所有的房屋和土地，让他们也尝尝失去家园的滋味。你们走吧。以后不要再抢夺别人的家园了。伏羲，你才是真正的强者，我们要归顺于你。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才是最厉害的功夫啊！奇趣特工，任务成功。起来，我的同胞，起来吧！为了我们的自由，就在明天。对，没错。为了自由，为了自由。是柠檬，你可不准逃走！柠檬，飞手合一！他走得快了，时空数据超动！小矮妖，给本
才不是捡的，你是偷。现在你有两个选择：一，乖乖投降，本庙稍微教训你一下；二，胖揍一顿，再把头盔拿回。这不选啥都得挨揍吗？不然呢？同天万能棒，快来！喂，我疼！什么？头盔消失了，难道是艾尔？收到。根据资料，头盔和2000年前的大英雄斯巴达克斯有关。啥？什么达？那是谁呀？跑快点！真是的，跑这么慢，没吃饭吗？喂喂，先给我解开呀！哎呀！这是什么情况？你这奴隶太慢了，跑快点！奴隶，奇奇特工队，你们也发现时空起点出现了。出动吧，不怕强敌，奇趣出击。青，这次的时空起点也太过分了，到底是什么被改变了？和艾尔说的斯巴达克斯有关吗？对，这次关键时刻是公元前73年，在古罗马帝国爆发西方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奴隶起义，斯巴达克起义。可的飞飞的确实还挺帅的。根据资料，斯巴达克斯是决斗兽场里最强大的决斗士，有他带领，奴隶们才敢于反抗残暴的古罗马。斯巴达克起义对当代社会有着重大意义，就连那位思想家也这么说过。斯巴达克斯是旧时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因为他的起义，人们才改变想法，最终推翻万恶的奴隶制度。我们一定要让斯巴达克斯起义成功，出发吧！时间飞船，奇趣变形，城。艾尔，这大圆柱是什么呀？根据资料，那是斗兽场，专供贵族观看决斗士战斗的地方。斯巴达克斯肯定在那里，我们马上。斯巴达克斯被捉了，萌查查，你给我站！站住！别跑！决斗士逃走了！捉住他！站住！站住！别跑！哎呀！这次交给你们啦！看招！无敌冲天罩！再见喽！喂，谁跟你是好兄弟？他们是一伙的。先收拾了他们。百变重锤，我枪！没办法，我们分头行动吧。对，交给本喵，驯龙战车出动！驯龙战车，奇趣变形！我去把幻柠檬给逮住，目标锁定。光标弹射，好，我也来。哇，快看，那是什么？飞鹰战车。凯奇，不能耍赖皮。喂，你们是什么人？他们是敌人。是敌人，别让他们跑了。准备，出发。快，我们先散开，甩掉他们。
坏柠檬就带你回去。生气，协助发射，光迹穿刀。不见了，继续搜，一定还在附近。是。这也太慢了。这不是重点，我们先解决蒙查查。可他有这招，很难对付呀。嘿，只要封住他的手不就行了？我想到个计划。喂喂，别躲了，你出来给我们穿着吧。出来就出来。冲天火箭拳，连环发射，不会死。嘿，逆转光枪，给本喵回来！柠檬变结束。对，就是这样喵，光迹追踪。你的必杀就用不了了，闪电猫！哎，给我砍招！走了，不会死！必杀，超喵电光劈！哎呀！再见！轻轻松松，大获成功！耶！来人呐！斯巴达克斯带着决斗士们造反了！兄弟们，跟着我冲啊！为了自由！打不住了，快撤！同胞们，成功了！今天我们自由了！齐聚特工，任务成功！
哇，金灿灿，赞了，拿走拿走，这给我换一年的鞋子了。总算蹲到你了。听着，小矮羊，乖乖投降吧。完蛋，快走。抓住了。别跑，抓住他。该睡了。等等，就差一点点本喵就通关了。根据记录，12小时45分钟前闪电猫也这么说过。奇奇特工队，时空节点出现了。好，又回避，再接个必杀。闪电猫，喵！嘿，快走快走，本喵回来还有大战300回合游戏呢。猪猪们，不怕强敌，奇趣出击。救命！自己好像在博物馆拿了什么东东，然后一群保安就突然袭击了我。这有什么好苦的，不就是你又偷了东西吗？这不欺负老实人吗？我身上没东西呀，瞧啊。确认小矮妖身上没藏东西。捉贼拿赃，你们不能凭空惹人清白呀。凯奇，我知道原因了。就在刚刚，博物馆失窃，可工作人员全都说不出到底是什么不见了。根据分析，这是因为时空起点令埃及藏品消失，所以大家才会不记得。好，先修复起点，之后你一定要把藏品还回去。好嘞。才怪，笨蛋才还呢。这次关键时刻是公元前1334年的古埃及，当时的法老是出土文物最多，有着超多黄金珠宝的图坦卡蒙。也就是说，这次坏柠檬的目标就是图坦卡蒙。那还等什么喵？出发！本喵还等着打通游戏呢。时间飞船，奇趣变形，别打野了，上次开团来了来了，赢了哟！柠檬使者，还有什么其他好玩的游戏吗？有啊，我这还有最火的猛汉猎人呢。猛汉猎人，听着就兴奋，快争取。图坦卡蒙法老，有些公文需要您的批示。哦，好的，呈上来吧。什么？这也太多了吧！抬走，不看不看了。对，玩游戏重要。拖走拖走。对了，这个也拖走。继续继续。不不，是奇趣特团队。什么队？新游戏吗？不对，他们是不准你玩游戏的大坏蛋了。什么？来人啊！是。给我捉住特番队！遵命。嘿嘿，忽悠大成功！喵喵，那就是埃及宫殿嘛，超壮观的喵！错了哟，那是金字塔，那边才是法老的宫殿。
那法老宝藏在哪儿呢？喂，我们找的是法老，跟宝藏没关系吧？小逼，大哥，隔壁的。就是，要是他中途偷了什么东西，又整多了一个起点出来，那本喵岂不是白干了？哎呦，超级英雄无故造谣，欺负老实人呀！什么？就你还老实人？对呀，嫉妒。闪开！不闪。别吵了。什么呀？奇葩特番队。就是你们不准我玩游戏。对对对，真坏真坏。先等等，我们才刚刚到呢。少废话，战车准备。上！上！天下转回墙，地转黄墙。我们得先解开误会啊！这么危险，你们加油，我先溜了啊！啊，小矮妖，那家伙这么一走，肯定会惹大麻烦的喵。我们现在就有麻烦，跑！溜冰哥咪！他们居然不怕我太阳神的战士！放心，还有本尼蒙使者呢。别动，拿着。柠檬，飞法合体，怒怒面具，生气剃光剑。啊！好气！好气！啊！都是他们！啊！不知闪，快动！什么？逆转光，别动手，他们是无辜的。争取时间，我来想办法。我也很无辜啊！我可以的。哇！快走！嘿，哈！通天金刚拳！啊！可悲的。这到底什么情况？哭吧哭吧，不是飞！我让你嘚瑟！一转光墙！危险！双星星光线！我胜！我胜！啊！苍天在哪里呀？我这嗓子小鱼干陪太急，头是光了。喂，这些陈年教士，你现在出来干嘛？根据分析，他们沉浸在悲伤当中，无法战斗。啊，这也太耍赖了吧！等等，喂，你到底怎么了？加油！通天万能破！我哭鼻子啦！中招了！快去哭吧哭吧，不是飞！通天火箭拳！小王子，飞利奇！Thank you.
中目标的脸才会产生效果。也就是说，我只要戴上面具，那就能破解。骑士爆发！柠檬使者，不，他才不是什么使者，坏柠檬是来利用你呢。这马试试又输了。时空起点怎么还没消失？对呀、看来事情没那么简单。所以蒙查查才会用游戏诱惑你，为的就是要制造时空起点。原来是这样啊，是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会因为贪玩耽误国事了。哎，人谁无过，玩游戏嘛，应该劳逸结合。你还有脸说、干嘛翻旧账是吧，我的小鱼干。Heavy、怎么还在古埃及？青青，传送错了。奇趣特工队，你们刚完成任务吗？对呀、青椒博士、等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这是奇趣小镇？青青，奇趣小镇怎么会？我知道了，整个奇趣小镇都变成了古埃及风格吗？哦，我也觉得很奇怪，明明之前检测到的时空起点消失了，可为什么世界会再次出现异变呢？根据分析，妥妥是出现了新的时空起点。难道大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导致了新的时空起点？怎么会呢？本喵可是出了名的谨慎。我们很直接地打败了蒙查查，连图坦卡蒙，不对，连古埃及人都没有怎么接触，不可能产生新的时空起点。不对，你们这次去的是五个人呢。小外游。奇趣特工队这次搞出大麻烦了。啥情况？他们好像把现代人留在古埃及了。这个人在古埃及的行动造成了新的时空起点，这等于帮我们再做了一次数据收集。特凡队真笨笨呀。好的，快抓他！你去帮他。为什么要帮这个小偷？那家伙在古埃及捣乱的时间越长，我们收集时间起点的数据就越多呀。对啊。特工队应该已经知道问题出在这个小偷身上了。蒙查查，你赶紧出动，不能让特工队带走这个人。是，王师师，全速前进的。奇趣特工队，这可是你们自己惹的麻烦，怪不得我呀。放心吧，朋友们，我已经通传下去，小矮妖只要还在城里，很快就会找到他的。谢谢你，陛下。但是喵，万一那家伙跑到别的地方了，那岂不是大海捞针？根据分析，城镇以外是沙漠，在沙漠里是不会导致时空起点产生的。毕竟沙漠人迹稀少。比格的，那家伙还能干什么？肯定是想偷宝物。偷宝物？这样的话，他该不会是……陛下，你想到什么了吗？宫殿的东南方有供奉着奥西里斯的神庙，里面放着很多珍奇的宝物。报告，有民众看到小矮妖往神庙的方向走了。那还等什么？出发吧。奇怪，这里怎么连门都没有？不会吧？难道这里根本没有宝物？什么声音？
是。嘿嘿，这就是海市蜃楼呀。为什么侍卫追着我们跑？而且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呀？这边！哦，有点奇怪。艾尔，试一下用强光照射。收到。消失了，还好猜对了。根据分析，这应该是古埃及的设计师通过巧妙的建筑结构做出来的光学幻影。这些侍卫其实是在别的地方。那不就是海市蜃楼？是同样的原理。因为侍卫的数量很多，所以无论我们怎么躲，眼前都好像有人。不过只要改变光源的折射，就能破解这机关。唬人的东西，既然有破解的方法，就不怕了，一口气冲进去吧。原来是这样，但我刚进来的时候怎么就没有遇到呢？你肯定触动机关了。机关？不会吧，难道这里根本没有宝物？哼。什么声音？我被埋伏了吗？一定是这个。好，分析目标。明白了，我按正这里。我已经闻到宝物的味道了。走起，我们去里面瞧瞧吧。你哪都别想去。起去特工队。隔壁嘟壁嘟，没错，苗乖乖跟我们回去。好不容易找到的宝物，我才不会放弃呢。苗。这个是开始分析。哇哦，找到了，这宝石有够大的。嘿嘿嘿，太棒了，这能换多少好玩的鞋子呀。宝物我来了。翻译，这是通往不要动那块宝石。神庙供奉的是冥王奥西里斯。消灭入侵者。百变重锤，我敲。喜鹊特工队，你们快想想办法呀！苗，你这家伙还好意思说啊？消灭入侵者。哥哥。闪电猫，送我上去！没问题，逆转光枪。嘿，嗨，嗨，
我们从上面逃出去吧。我的翼，消灭树梯者。根据分析，我们无法躲避萌叉叉的攻击，上方逃走的成功率0.001%。这又不行，那又不行，本喵都要被烤熟了。艾尔，门上的古埃及文字难道就没有破解的提示吗？没有提示，原文只是警告任何太阳神的子民都不应该进入这个连阳光都不能到达的冥界区域。阳光都不能到达？消灭入侵者。消灭入侵者。奇怪，火烧不到有光的地方。只能试一下了。喂，来呀，我在这里啊。入侵者，果然是这样，阳光就是你的弱点，通天火箭拳，再来，通天火箭拳连续发射，接招，奇趣特工任务成功。把宝石放回去。不要。好，奇趣特工任务成功。我们可是小镇英雄，就不能直接入场吗？可别的。安检是非常重要的流程，不能搞特殊对待。小气。先生，请等一下，洗手液不能带进去。是吗？真抱歉。洗手液而已，小题大做。难道有人会带着炸弹看演唱会吗？怎么改成书生了？安检器被搬走了吗？喵，到我们啦。怎么回事？根据分析，应该是有菲菲的狂热粉丝灌了进去。我都说了签个名就走，非要并不用炸弹。站住！两位保安大哥，你们连他身上的炸弹都没搜出来吗？我们也没想到他把炸弹藏在裤裆里。还是安检机靠谱。对了，安检机怎么会不见了？难道奇趣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果然是柠檬博士，出动吧！不怕强敌，奇趣出击。青青。这次时空起点发生在1895年11月8日，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伦琴教授无意中发现了伦琴射线，也就是 X 光。根据记录， X 光主要应用在医学诊断，因为 X 光的特性可以让我们透视身体内部，医生可以更清晰了解情况。这样岂不是什么东西都藏不住了？没错，所以各种安检设备都是利用 X 光检查，违禁物品绝对无所遁形，这是非常重要的发明。那一定要保护好 X 光，出发吧！时间飞船，
奇趣变形。电压稳定，好，继续。啊？再试试其他的，看来音乐盒也能看见，书也可以。铅笔，不行，铅这种重金属会把射线阻挡，太重要了，要赶紧记下来。这可是不得了的发现，一定要把资料存好。它跟其他射线的特性完全不一样，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好呢？就叫它不一样射线吧。不一样射线，有点拗口，算了，先叫做 X 光吧。好的。X 光听起来也挺不错的。你等等，你是谁啊？把资料还给我。白人，请你柠檬头锤。还我资料？你想干嘛？姐姐，不还不还，生怕我也拿走喽。别跑！谢谢你们拿回来。讨厌，玩东西不要脸。哼，你偷人家资料更不要脸。闭嘴，柠檬酸爽和你。放马过来。快，伦琴先生，您先躲起来吧。好的好的。柠檬充能，大家小心，蒙查查一定有什么。天下喵围墙，逆转光墙。今天萌渣渣的战斗力有点渣，喵哈哈，就叫萌渣渣吧。检测到异常能量反应。异常能量？难不成那个家伙是在？好，结束战斗。是结束了，不过，我的充能结束了。这个闪电猫，可比可比的，本喵的造型才没有那么奇怪。那是被 X 光照射后形成的图像。哦，怪不得是骨头的样子。嘿，看好了，我听。闪电猫，你没事吧？踢了本喵一下。根据分析。萌查查可以通过 X 光影像控制闪电猫。叮咚，答对了，给你们奖品。收到。喷嚏 ，X 光剑。艾尔，百变重锤，我
这不是狡猾，是战术。哇！叽叽叽叽。奇明明都躲在后面了，这个光线可以穿透很多物质，普通的石像根本挡不住。好啰嗦，你们话太多了。不好，德基铁手快跑。你可不能再被控制了。伦琴教授， X 光的穿透力这么强，有办法抵挡吗？这个吗，书也可以，铅笔不行，铅这种重金属会把射线阻挡，有铅笔。好机会，快砸了他的灯泡！收到。哎，我用力，停！真的到了，怎么办？能动了，通天拳套。现在温度35.824，36度才能开空调。抱歉，道理我都懂，可真的太热了。久等了，奇趣智囊为您服务。你们知道金木水火土谁最高吗？是火，因为火腿肠。这笑话也太冷了吧。对啊，就是冷笑话。不对，我们不是要冷笑话，而是要凉凉的空调。空调？那是什么？难道奇趣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果然是柠檬博士，出动吧，不怕强敌，奇
骑士出击。嘿，我还有个超级冷的笑话，你们要听吗？不用了，再见。各位，这次时空，艾尔，其他人呢？ No！ 好凉，好舒服。我的好空调，大热天没了你，本苗还怎么活呀？那你们还在这磨蹭？艾尔，收到。再让我们吹火。青青，听着，这次关键时刻在1902年，美国纽约年仅25岁的工程师威利斯发明出世界第一台空调。这和现在的空调怎么不一样啊？根据资料，空调最早是给工厂的机械降温，一直到20年后，威利斯才设计出家用空调。不可原谅，敢对我们夏天的大恩人下手！一定要保护好空调。夺回我们的冰爽夏天，出发吧！时间飞船，奇趣变形，先生就是在这儿发明空调。好，开始找人吧。闪电猫，别偷懒了。别急，本苗已经悟了，我们不用找。根据以往的剧情，每到这时候，放开我。瞧，麻烦自然就会找上门。快去帮忙了。把他丢出去。别这样，我说了，是逆向思维。闭嘴！1、2、丢！逆转光枪！威利斯先生，没事吧？没事。你们是？我们是奇趣特工队，是来帮忙的。什么跟什么？别动喵！凶神恶煞，本喵弹飞你们！他们是印刷厂的工人，威利斯接受他们的委托，才会发明空调。发明创想难免失败，两位大哥多多包容嘛。失败我们可以理解，可那威利斯就是在这故意捣乱。我可以解释，根据我的逆向。别再说什么逆向思维了。逆向思维。哎，你们自个儿看吧。这里头也太热了吧。冒烟了。懂了吧，他就是故意捣乱的。对，不能让机械降温就算了，可他居然还造了个怪机器，把热气都灌进工厂里。现在热成那样，我们还怎么工作啊？都说了，这是逆向思维，还在那逆向，赶紧把他丢出去！冷静冷静，我相信威利斯先生这么做一定是有原因的。对喵，我说威利小哥，别卖关子了，老实解释吧。好。其实我反复验证过，长时间运转的工厂机械绝不可能降温，所以我们就需要把问题反过来思考。反过来？没错，既然机械本身无法降温，那我们可以换个思路。反过来让整个环境变冷，这样就能中和机械的温度。说得好听，可你弄出的不是热气吗？哪里冷了？我懂了，逆向思维。对。我先用最简单的蒸汽机原理做试验，既然有办法提高环境温度，那么反过来只要控制好水分和湿度，那一定也能将温度降下来。听不懂，不过感觉超厉害的。这你真不是故意捣乱？当然，
我这就把设置全都反过来调整，温度马上就会降下来。根据分析，温度开始下降，工厂一会儿就凉快了。威利斯，对不起，我们错了，可你这么有想法，为什么不早说呢？我不是一直在说吗？逆向思维。你这说的也太抽象了吧。喂，你说这谁懂啊？抱歉抱歉。啊，总之我的发明成功了。裁判，不准成功，柠檬专访管理。黑色球帽，嘿嘿，蘑菇豆头冰棍。萌夹上，快把空调还了。空调，通天火箭拳。不行，白人风动冷气。嘿嘿，打不中，快跑，锁定目标。糟了，威利斯先生。不不不，看沙分的白电重锤，我爱儿大成。大意了，没有闪。嘿，加倍动动可可以可可以。估计粉红章鱼真讨厌。喂，粉柠檬，本喵要发威了，光继追踪。凯奇，你还是先对付坏柠檬啊！切，不不，来呀，小麦吉！哼，我跟你拼了！冷气！还没完！我总是换能木！这次好厉害呀，凯奇，一定还有办法的，别忘了逆向思维。逆向思维，对了，既然萌查查想要冻住我，那我干脆就被冻住好了。可别的，连你也被冻住，我们怎么办？飞鹰战车出动，飞鹰战车急剧变形。全开！冲呀！给我变冰棍！好，就是现在！通天火箭拳，齐聚爆发，连环发射！看我用你的冰块对付你！这就是，嘿，逆向思维。加入制冷剂，随着沸腾，它就能带走室内大量的热量。好了，好凉，好舒服啊！好，我决定这发明就叫空调。你怎么突然想到用这名字啊？与其一个人思考，不如接受大家的意见。
这就叫逆向突围，极趣特工人物之路。奇怪，怎么有这么多装甲车？这什么情况？小心！哎呦！抱歉，你怎么没穿保护服？这样太危险了。啊，保护服？对啊，最起码得穿个护膝吧。啊，这我……那个、啊，真抱歉，都怪我们砸中了你。没事儿。啊！我们替你包扎。凯奇到底跑哪儿去了？闪电猫，那个印度人好像凯奇哦。喂，真的是我，凯奇，你这是怎么了？哎，我也搞不懂。准备好了吗？嗯，来吧。娘，他们怎么一身重装甲呀？不会吧，羽毛球？嘿。你们穿这样打球，不然受伤包成你这样子呀。危险，糟了。我们快去帮助伤者。可他们一点也不像受伤的呀。你们的车没事吧？哎，好的嘞。你那台车好硬啊，我这台都撞凹进去了。还好没受伤，不然可就麻烦了。为什么你们都要开装甲车？当然了，不然包成你这样子还怎么出门啊？不许笑！奇趣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出动！不怕强敌，奇趣出击！嘿，青青，这次的时空旗，时空起点发生在1920年美国的新泽西，迪克森发明了日常必备的医疗用品创可贴。根据资料，在创可贴发明前，为了防止伤口感染，只能用大块纱布包扎，超级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原来是这样，难怪他们把我包得那么夸张。是静电，好痛啊！给，是纸巾。把手弄湿就能避免静电出现了。青青，你对我真好。迪克森的太太在干家务的时候经常会弄伤自己，所以迪克森才发明出创可贴，毕竟一个人在家很难包扎的。好，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创可贴，出发吧。时间飞船，奇趣变形，所以才请我当保姆。对。
对对，这才乖嘛。喂，花柠檬，你怎么当起了保姆？关你什么事？反正绝对没好事。我们上。啊，等等，你们误会了。没有误会，蒙莎莎竟会搞事情，让我们来收拾她。她只是保姆啊。安吉，曹凡对真讨厌。喂，你们是谁？根据资料，他就是迪克森。你们在我家院子干什么？这啊，老婆，你的手怎么了？我这手套不小心弄到了。为什么自己来啊？你又不会，我不是给你请保姆了吗？哦，艾尔懂了，夫人不做家务就不会受伤，迪克森也就不会发明创可贴，所以蒙叉叉才当保姆。哎，我的老婆不太擅长家务啊，老婆又整天粗心大意，常常一不小心就弄伤了自己。我来替你包扎。现在多亏有了蒙查查，我就不用老是担心他受伤，帮他包扎了。嘿嘿，我是柠檬小保姆。迪克森，什么都不让我做，你觉得这样就好了吗？啊，可悲，可悲的。对呀，你就不能多相信自己的老婆吗？啊，这，我。讨厌，话真多。柠檬，该你管何你？啊！保护夫人，爱是鬼，走开！这算什么保护？你这是在害他！啊！不不，小怪猫别说话，看招！摩擦摩擦，柠檬，进电掌！你这是抄袭火箭拳？嗯，没有，我才没抄袭。柠檬进电掌！偏要说抄袭抄袭抄袭，嘿，哼，怎么样，来打我呀？哎，啊啊，抓到了，等等等等等，好机会，摩擦摩擦，柠檬进电掌，休想，通天万能步，没事吧，闪电猫？开心点赞，哼，该我了，通天火箭拳。火箭拳没反应，火箭拳，火箭拳，火箭拳。根据分析，静电产生的电流让通天拳套短路，无法使用。啊，不会吧？不会！哇！通天万能步，啊，又能用了。嘿，看招！又换了，又来。危险，别多管闲事。危险，危险，危险！迪克森，为什么你总要这样说呢？在你的眼里，我就是个什么都做不了的人吗？哼！我只是怕你受伤。根据分析，怕受伤是借口，真相是不够信任。嗯，迪克森，我们是夫妻，你就不能相信我吗？我，嗯，你说的对，我要相信你。蒙查查，停手吧！我欢迎了，才不要呢！别打了！来人！迪克森，你太过分了！
哦，得想个办法阻止静电攻击。哦，等等，水！啊，是静电，好痛啊！给湿纸巾，把手弄湿就能避免静电出现了。对，水能防止静电。可水井那么远，够不到啊！哼，夫人啊，最后一击，摩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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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摩擦擦！哼，谁说我什么都做不到？哼唧，生气，乖乖坐下，别捣乱！继续摩擦！咦，不正，金店长，金店长，奇怪，我怎么突然没金店了？还不懂吗？你的手套被水弄湿，用不了金店。多多，就是现在！还没改良好，不过你可以试试。嗯，真神奇，这胶布居然能粘在手上。其实我之前就想把它给你，这样你一个人的时候也可以包扎了。可后来我却想让你什么都不干，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是我不对，对不？没事，我们是夫妻吗？奇趣特工，任务成功。可出绝招了！咯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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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你赖皮呀！闪电猫，你至于吗？算了，我还想坐完过山车就给你买零食。买零食？不去就算了，我自己玩。不，不去才怪！本喵最喜欢过山车了。过山车即将启动，请各位游客系好安全带。别紧张，很快就会结束了。嘿嘿，不对哦，全程一共三分钟。三分钟？你不早说，你也没问呢。出发倒计时，3、2、1。快系安全带。是小小过山车根本就不算回事。不会吧，这是什么情况？本喵没有眼花吧？凯奇，小镇出现异常。难道说奇趣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嗯，出动吧，不怕强敌，奇趣出击。闪电猫，你这也太夸张了吧！这次的时空起点和安全带有关。1959年，瑞典，安全带由工程师柏林发明，从而创造出安全的驾驶乘车环境。根据资料，安全带还被应用在机动娱乐设施、极限运动、高空作业以及儿童座椅等领域。嗯，柏林是在沃尔沃汽车公司发明了安全带。柠檬博士想要搞事情，肯定会选那里。好，一定要让安全带成功发明。出发，时间飞船，奇趣变形。
这次的安全带可以保护全身，一定能够成功。开始测试。柏林先生，这是怎么了？这是柏林先生最后的设计方案，因为测试不断失败，他要放弃了。这，这都不用本柠檬出马。还有，有新方案了，这次一定可以。不急，我不准。给我来。再见。是萌查查，快把我的笔记本还给我。里面全都是测试的数据，没了它我可没办法改良安全带啊。放心，我们奇趣特工队一定帮你拿回来。我们上。柠檬三爪分离，柠檬超级汽车人，速度侠，赛过特兵，好强！对对，我超强！加大油门，嘿！五秒，这什么情况？不，这是意外！再来，加大油门，快呀！不急，再来一次！哎呀！嘿，我说坏柠檬，这么着急拜年，要不要给你发个大红包？这是干什么？难道是苦肉计？管他的肉是苦是甜的，反正本喵不是吃素的。驯龙战车出动！驯龙战车急去变形！看着！驯龙连环劈！居然这么快！不行，没了一身的烂铁皮，整个轻松了。那又怎么样？再来！你们快闪！鸟？什么？消失了！柠檬车轱辘发射！好强！闪电猫！我超强！萌查查，通天火箭拳！柠檬快闪！又消失了。他在后面。柠檬车轱辘发射！他刚刚说，没了一身烂铁皮，反而更轻松。大家小心！嘿，真慢真慢，车轱辘发射！我上去，出动百变重锤，我敲通天万能步，慢吞吞，柠檬飞闪，居然能在空中加速，好机会，柠檬车轱辘，好，反向飞行，连环车轱辘，
啊，通天捕手，飞鹰之伴，没有没有，砍招，咕噜咕噜钻，送你车咕噜，有可能。紧急逃脱！啊啊啊！嘿嘿，就在这边。阿空，嘿，艾尔。根据分析，萌查查速度太快，无法预测行动。哦，对对对，你们说定喽。简单策略吧，一直追着他，直到他临界过热。我们这样，这样。收到，百变重锤，我大力收。柠檬飞闪，飞闪，收，收，收收收。通天万能波。简洁设计反而能发挥作用，加上最稳固的三角结构，完成了我的安全带，开始测试吧，加速，完好无缺，测试通过，我的设计成功了，截取成功，任务成功，快快快，麻利点，那家蛋糕店很多人买单。什么？我来看看啊。这可不像有蛋糕店呢。应该是新装修，最近流行国潮嘛。你看，那不就是蛋糕店老板吗？喂，这好好的馒头，你为什么要做成这样？这算什么馒头？我只是做了点创新，把西方的糕点。西方？我们几千年的馒头会比他们差吗？我可没那个意思。这馒头吃来吃去一个样，你们不腻吗？就是没点创意。什么？你敢崇洋媚外？哪有这样？等等，别动手，有话好好说。你是要替这种人求情吗？人家只是吃厌了馒头，想换换别的吃吃看而已。你的意思是看不起我们的传统美食吗？我们没这意思，你这也太偏激了嘛。我垫子。老大，你是了解我的，这种坏事肯定不是我干的，我胆小。这次放过你，以后不许侮辱传统美食。快救火！老板，这是怎么回事？哎呀，都怪我，我想做一点西方的糕点。那也不会大爆炸呀。做西点需要一样叫焗炉的东西，我就靠自己想象，在一个传统的蒸笼上钉铁皮打造成焗炉，然后放在煤炉上烧。这不妥妥爆炸吗？老板的改造超级大危险。毕竟我们都没见过，只好自己瞎猜了。啊，没见过？焗炉不是很普通的东西吗？
你开玩笑吧？那是只有西方才有的东西。哎呀，我先去收拾吧。啊！奇趣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嘿，啊！这都是时空起点搞鬼。先出动吧，不怕强敌，奇趣出击。事态非常紧急，一大段历史被改写了。怎么回事儿？这次时空起点发生在公元前126年，张骞代表汉朝出使西域各国，开通丝绸之路，让中西文化首次交汇。可张骞十分倒霉，途中被匈奴军队袭击，他本人更是被囚禁了超过10年。在我的印象中，张骞最后还是回来了。是的，张骞趁着匈奴内乱趁机逃跑，经过阳关回到了长安。如果张骞不能从阳关回去，丝绸之路就会受到影响，导致中西的文化交流出现阻碍。这种事绝对是不对的，我们出发。时间飞船，奇趣变形，唐义父，我们这个方向没弄错吧？用影子来辨别方向绝对不会错。站住！张骞，你给我站住！追呀追呀！竟然这么快就发现了我们！唐义父，我们不能战斗，出使西域是为了和各国和平建交，绝对不能和他们战斗。可是，张骞！喵可是闪电猫呀。将军，他们我收拾，张大伯你来。柠檬分手合理。想要抓人先过本喵这一关啦。喷嚏，别跑呀，看我的超级仙人掌。持住，飞鹰战车。
谢你们。奇趣特工任务。等什么？我还在这呢。差点忘了，张骞大人，你们先走。猛斩煞将由我们来。哪里跑？嘿，小心！超级仙人掌。我们这次可以出手了吧？惩恶扬善，上吧。那本喵不客气了。蒙查查，投降吧。想得美。绝招，玲珑海市蜃楼。坏牛毛呢？闪电猫，通天万能步，不见了。等我从上方找出萌查查的位置。根据分析，这些仙人掌都是幻象，得找到萌查查的真身，不然赢不了。冷静下来，但我一停下他就会偷袭。他的真身只有一个，你看他的影子。影子。我懂了，刚刚蒙查查的影子移动到了那里，那就是真身通天万能步。不可能，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不可能的事。你就踢门进去，使出一招飞龙在天。好的。拍电影不找本喵演，没劲。好，全部准备，开拍。可以啊，今天我龙傲七要踏平你们武馆。来踢馆，你好大的胆子。这演技也太逼真了。大伙儿上。这是新队呀。喂呀，你们怎么真打呀？狗德兵，反正导演没喊停。可问题是，导演他们全都消失了。娘，对呀，不太对劲，这到底什么情况？奇趣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果然又是时空起点，出动吧，不怕强敌，奇趣出击！你们是一伙的？不。
不怕强敌，提去出击。小意思，我只是在让着他们。那你回去继续，这次任务我们来解决就好。出任务嘛，可不能少了我这队长。好了，先说正事。这次的时空起点发生在1895年的法国巴黎，卢米埃尔兄弟发明了电影放映机。根据资料，他们于12月28日首次公映了世界第一部电影，因此这一天也被定为电影诞生日。哦。原来是电影消失，所以刚刚拍摄的假踢馆才变成真的啦！太过分了，我们一定要夺回电影。走，出发吧！时间飞船，奇趣变形，这里就是电影诞生的地方，卡普辛大街14号，卢米埃尔兄弟就在里头。现在伟人出场都这么简单粗暴的吗？放映机到手，萌查查，走走，柠檬三爽合体，大家一起上！才不会告诉你，我们最怕的是恐怖片。闪电猫，叽叽叽，给你奖励，恐怖电影《刀剑神拳》。嘿嘿，好戏开始喽！喵，奇了怪了，这是哪儿啊？哥特地，这是恐怖电影《午夜凶迷》的剧情。电视里会出现，鬼来了，是古井怪物。我来了，夹住了，怪柠檬装神弄鬼，有本事过来。锁住了！快呀，午夜凶柠檬可要来了！那是电线卡住了，它过不来了。来呀，你过来呀！我跳过来，我跳过去，抓不着。来抓呀！电线有了，通天金刚剪。我们回来了。再来，换个动作片，刀剑绝绝，柠檬电影不远不看。这怎么场景变了？根据分析，萌常常每换一次电影就会传送我们到相关场景。喵，地震呢？是下面有东西，快跑。根据资料，这是电影光头飞车七主角开跑车和潜艇战斗。本喵可最爱看它啦。
特工战车出动，我们也来开车战斗。哼哼，你们别想上车，我爱超级云雷发射。不好，我们在战车，快上。再来再来，强力钻头，呼噜呼噜坐，金鱼战车奇趣变形，喂，混柠檬，来射我！好啊，瞄准大头鳍，连环发射。这么多，哇呀，还来一转光枪，本喵复活，谢了艾尔。不计超声器向左转，瞄准小幻喵，小意思，该我们表现了，迅猛战车。来来来，这边这边，别慢慢吞吞，赶紧跟上，就是现在，快，完美还原，这叫致敬原著。啊不，讨厌，再换一个最热门的腰片拳拳，开始大电影。好的，还来，这场景好眼熟啊。一个隔壁的，对呀，本喵不想再穿越电影了。恐怖电影胶片拳拳，哇哇哇，嘿嘿，好戏开始喽。有办法了，只要在蒙查查换影片的时候换成对我们有利的电影，我们就能转守为攻。让你们久等了，隔壁娃，是金甲霸王。这个我超熟，让一半人消失只需要用无敌手套比个心。叮咚，答对了。本喵不要变成鬼呀！嘿嘿，比心。怎么没有？比心。手套没有能量宝石。队友，这是金甲霸王上级，那你手套可没用啦，这里才没有在下级出现身上有能量宝石的机器人。机器人，嘿嘿，这不就有了吗？找到了能量宝石，你们要消失了。看我比心。可的比，对，你休想，我们上。我捉云飞进来，就差一点。根据剧情，谁也抢不走我的无敌手套。我的海蓝，你别去。可的，还有你。能量宝石拿来，无敌手套完整了。救命！总算大结局了。接下来继续捣蛋。蒙查查。
欢迎来到奇趣小镇，现在播放的是奇趣特工队。你以为我们会照着剧情抢手套吗？不是吗？你们明明无敌手套失禁了。没错，本喵把电影换了，你再看这是第几集。这节是进击的凯奇吗？那又怎么样？等等，电影首映到此结束，感谢大家观看。奇趣特工任务成功，欢迎来到奇趣直播间。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是下厨。这是火灾引起的二次爆炸。还分析，房子都要被烧没了。不会吧？那边危险，你们快离开。喵，消防员叔叔，我靠你们了。放心，这里交给我们就好。不好，火势在向外蔓延。附近房屋会被波及的，必须马上扑灭。这是一类带电火灾，不能用水。这太夸张了吧！本喵可不想当流浪猫。奇趣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果然又是柠檬博士，出动吧！不怕强敌，奇趣出击。只要解决时空起点，一切都会恢复正常。青青，这次时空起点和灭火器有关吗？没错。这次的关键时刻是1818年，英国的一位船长曼比发明并推广第一个便携式灭火器。根据资料，火灾可分为六大类：当高温的流体物质、电器和化学用品等起火时，用水不仅不能把火扑灭，反而会让火势扩大甚至爆炸。怪不得刚才用水救火的时候反而炸了屋子。而灭火器就可以应付各种环境的火灾。明白，这次我们要帮助曼比把灭火器推广出去。出动吧，时间飞船奇趣变形。大家快看看，这是我最新的发明，便携式灭火器，操作简单，效果显著。灭火这种事应该交给消防员吧？有了这个灭火器，人人都可以是消防员。我给大家示范一下。首先要注意不能倒着拿，然后先摇晃一下，接着转动阀门。大家看好了，不准跳老公。喂，萌查查，把灭火器放下，冲天火箭拳！危险！
可是这火，你快过去帮忙吧，灭火的事情交给我们吧。这放心，还有我们。好的，谢谢大家。啊，我的灭火器。能不能先让本庙喘口气？当然不行，要让我空气大一点。怎么变气球了？不管了，泡沫喷射！怎么回事？好机会，通天火箭拳！不会吧！不行，我丢！飞影战车出发！切换，泡沫喷射！被压扁了，这难道萌查查每次剧烈运动身体就会膨胀？这不就和摇晃汽水一样？摇晃汽水？不知道，这是因为剧烈活动，灭火器内的气压增大，所以才导致了萌查查身体膨胀。道理本喵懂，可就算是幻柠檬变成了气球，我们还是拿它没办法呀。啊，有办法！萌查查，看招！喷嚏，没用没用！通天万能步！通天火箭拳！越大了，对啊，我们第一时间就去通知消防员了。根据分析，火灾太过严重，就算消防员来了也不能快速灭火。我有办法。我的城市我自己来守护，还有我们，就看你的灭火器了。手了，帮我拿个展示柜把你装起来。好的。没想到本喵没玩一段时间，你们居然抢了这么多，看招！哟嘿呀哈！可悲的！危险？什么危险？我是必杀技，我躲。不是故意的，可这是你把它弄坏的，你要负起这个责任。好呀，没有，没有，这儿也没有。艾尔，加
里的万能箱放哪啦？家里只有这些。也行。这样这样就和全新的差不多了。怎么样？天下人。看齐。奇趣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好，出动吧。不怕强敌，奇趣出击。时空起点出现在1942年的美国，哈里库福博士在实验中意外发明了情基丙烯酸酯。情什么？不懂，求解释。简单点说就是万能胶。哦，原来是他，怪不得本喵在家找不到。你要他干嘛？反正万能胶很重要，一定不能消失。是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用到。在万能胶出现之前，我们常见的粘合剂只有浆糊、木乳胶，一般只能用来粘贴纸张或者木片，但万能胶的应用就相当广泛，能够粘接金属、橡胶、塑料、玻璃、陶瓷和石材。行了，我们这就去把那万能胶给弄回来，出发，麻利点。闪电猫怎么突然这么积极？奇奇怪怪的，出发吧。时间飞船，奇趣变形。是田纳西伊施曼公司，哈里库福就在这里工作。换了19种配方，这次应该能配出让瞄准镜更清晰的清洗溶液了吧？这是。他就是发明万能胶的，不是可讨厌他了。萌查查，你给我记好，我一看这人就火大。为啥哟？那些所谓的发明家全都是靠运气，而这个哈里库福更是最最最最靠运气的。走狗屎运，算什么厉害发明家？哈里先生，这都10次了，你弄出的事故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研究，你等着被公司解雇吧。等等，我很快就会成功的。痕迹差一点，先等等。刚才只是意外。头部特战队。你们是谁？我们是奇趣特工队。有很重要的事要找哈里库福博士。我就是，你们找我做什么？哦，想啊，你一定要发明成功，万能胶对本喵来说很重要的。你在说什么？嘿嘿，那个我们是你的粉丝，想看看有什么能帮上忙的。这里弄得一团糟，全怪你的偶像。
还得我们抬走千里，真是搞什么呀，用力呀，我这已经很用力了，但就是抬不动啊。难道原来如此，哈林先生，你原来什么？我在之前调配试剂的时候，意外调出了一种超级粘的溶液，就在刚才手忙脚乱的时候，应该能配出让瞄准镜更清晰的清洗溶液了。那些实验的溶液不小心掉地打翻了，所以桌子才会被粘住。桌子是木头，地板是石头，怎么可能粘得住？怎么不可能？看，溶液只要利用空气中微量的水分，就能变硬，把物体粘住。我可不信。再搬，用力啊！哦，是他，是他，就是他！你成功了，博士。是吗？这溶液粘力实在太大，我怕弄脏地方，所以就留了那么一点点，其余的我都扔在垃圾桶。对呀，快找回来，这可是超伟大的发明。就在那边。垃圾桶怎么不见了？悄悄的，查查，你这家伙什么时候来的？小坏猫，喷气，这关你什么事？再见。坏柠檬，站住！等等我。想跑？问过本喵了吗？喷气，来人，快丢！柠檬，再场欢迎。我想起来了，这溶液不能沾水。啊，不能沾水？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溶液是靠空气中微量的水分变硬。不行，不准动嘴！大毒气，别跑！不跑就不跑！冲天火极拳，连环发射！果然没有用。可惜，你该减肥了。胡说，我才不胖呢。可别，对，先去找有水的地方。我知道哪里有水，就在抓到了。闪电猫，换我，找一个了。嘿呀呀呀，怎么回事？因为溶液沾到水就会变硬。我谢谢你们，谢谢我
没什么可怕的，通天金刚剪。哈利，公司已经决定不解雇你了。不，解雇吧，我发明出来的新溶液这么厉害，这项专利费已经够我以后的研究用了，哈哈。呀吼，等等等等，这件可以谈的啊。奇趣特工任务执行。这就是春天的味道，这就是啊，就我你们要干嘛？你们没有打喷嚏，不用。好吧。预备，开始。咔噔！喵，比速度，本喵没输过呢。伪军允许，不得擅自离开步行桥。啊，我们不玩了还不行吗？玩？这是严肃的防护措施，请你们认真对待。防护？为了预防病毒传播，公共场合咳嗽、打喷嚏的人都要穿防护装备。据分析，凯奇只是花粉过敏，并没有感冒哦。而且只要佩戴口罩，也能达到防护效果。口罩？什么东西？难道奇趣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果然又是柠檬博士搞的鬼。出动！快回去！不好，防护用具被破坏，大家快捂住口鼻。赶紧溜了。是。可莉，皮克，我的花漂亮吗？漂亮！要是能离我远点的话，就更漂亮了。好吧。这次的关键时刻是1895年，德国的病理学家莱德奇发明了口罩。根据资料，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说话、咳嗽或打喷嚏产生的飞沫来传播，而莱德奇发明的口罩能够有效地阻挡飞沫。怪不得口罩消失之后，大家对打喷嚏那么敏感，原来是为了预防疾病传播呀。是的，他还启发了后人研制具有防尘、防毒等多种功能的口罩，是人类必不可少的防护用具。你们的任务就是帮助莱德奇推广口罩。好，出发吧。是。时间飞船，奇趣变形，根据资料，莱德奇要到德国医学会进行推广，这里是必经之路，蒙查查百分百会出手。快去看看。别跑。我的口罩。速击大轰炸。不可以。柠檬大胜利。
可这本喵没说错吧？幻凝眸100%会在这里搞事情，现在不是没说错的时候啊。我要向医学会会长推广口罩，绝不能迟到。不准不准，柠檬酸爽合体。来的秦先生去医学会，这里交给我们。收到。通天火线拳，凡人走开！火力太猛，先撤退。红茶上的胶囊障弹含有肌肉硬化剂，没错，会导致肌肉硬化而无法行动。别走、不行，再不走就迟到了。来得及，先生。先管好自己吧，乖乖吃药。艾尔，请放心。我是机器人，不会硬化。泰山压顶。落
点计算错误。到达医学会，我发明的口罩就可以拯救更多的人。不对，如果连帮助我的人都救不了，发明再成功又有什么意义？茂先生，我需要你的帮助。要撑不住了吗？金刚不坏妙善。肌肉硬化器的闪电猫竟然可以抵挡针头的攻击。什么东东，快快出呀。不好，来得及先生，这些雾很危险。啊，这是哦，所有人都被硬化喽，任务大成功才怪。铜拳火箭拳奇趣爆发。啊，这是讨厌。奇趣特工任务成功。是大年三十，在外忙碌的市民纷纷选择用 VR 技术和家人一起团年饭。多亏这项新技术，即使身处各地，大家也能实现全家人坐在一起团圆的心愿。新年好，干杯！哼，尽会发明些没用的。蒙超超哪儿去了？宝先生，我回来啦！哼，竟敢给我偷懒！所以我去买了好多不同味道的虾米了。够了，谁让你整这些没用的，赶紧跟我出动。团团圆圆是靠这种东西的吗？靠的是我的智慧。奇了怪怪，黑溜溜的没东东，这该怎么能出去呢？团团圆圆，还有这个，好，年年有余，还有，这是恭喜发财，万事如意，福星高照，财源广进。闪电猫，我们准备年夜饭呢，你拿这么多零食干嘛呀？本喵可是替青青买的，不必得，那还有假，青青馋嘴，本喵清楚得很。可早上青青才说胖了八斤，要减肥呢。不可能，纪念装饰全都消失了。奇趣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出动吧。我已经锁定时空起点发生源，这次被扰乱的时间点和春节的起源有关。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有着各种习俗，而这些都跟当时一个传说有关。根据资料，这个传说是关于古人对抗一只被叫做年的怪兽。啊，这我知道，好像放鞭炮什么的就是当时用来吓跑怪兽的。酷毙都酷毙。还怪什么兽呢？根据以往剧情，这年兽妥妥又是外星人了。的确有这可能，关于这方面的记录非常少，只有靠你们亲自见证了。走吧，时间飞船。
博士，这才多久你就回来了？我才刚说不要偷。这什么鬼？这就是年兽啊。传说中的年兽是个小不点儿啊。不对，你带他回来干嘛？年兽不在，特工队还解决什么呢？主意不错呀，数据收集很顺利。不行。乖，流浪狗。哼，外表卖萌，其实麻烦得很。博士养过年兽？我是说，没事，先让他在这儿待着吧。好嘞。这里就是年兽出现的村庄，好安静啊！怪兽，休想过去！等等，我们不是怪兽。啊！你们想哪有这么帅的怪兽呀？猫会说话，是妖怪啊！咕比嘟，还有八爪鱼妖精。这越描越黑了。根据分析，我们该用接地气的方法介绍自己。明白。各位乡亲父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要为大家隆重介绍，这是二郎神养的哮天猫，这位是东海龙王的外甥女嘟嘟三公主。龙王跟章鱼是亲戚关系。哮天猫，那狗上哪儿去了？反正我们是来帮忙对付怪兽的。怪兽，对，就是怪兽。那它在哪儿呢？别跑啊，我们天兵天将下来一趟不容易。萌叉叉，快把小捣蛋鬼给我挪开。好嘞。看来是饿了，给他整点吃的吧。马上，好吃的来喽。喂，吃这个有营养。就爱吃这些零食。过几天胖了又说要减。咋回事？难道又是外星生物，老乡见老乡，有事好商量，去吧，嘟嘟。咕比嘟，咕嘟，咕比嘟咕，什么？过分了！别就追着我呀！冲天金刚剪。我们的目的是让春节传说形成，也就是说要帮村民赶跑年兽。到了，不能让他进村。冲天万能步。这么看，传说中的年兽是他呀？难道这是你的家人？我懂了，那大家伙发现孩子丢了，就发了狂一样去找。特工队以为他要去破坏村子，所以就跟他对上了。呀呼！好耶！特工队这下输定了。所以我就说，这小家伙麻烦得很。电动锤大力招！
怎么回事？根据分析，大年兽找不到乱跑的小年兽，着急过头变成了狂怒形态，才让村民们误以为怪物要袭击村子。嗯，闹了半天，原来是这么回事儿。真是的，这次故事告诉大家一定要看好自家的熊孩子。请问，那怪兽被赶跑了吗？对，年兽已经被赶跑了。原来那叫年兽啊！原来如此。是那一大串喷火的东西把年兽赶走了，以后我们不用怕了。不对，搞错了喵。嘘，年兽的传说就是这么来的。齐去特工，任务成功。嘿，报告，小年兽送走了。嗯，时空数据也收集完成了。可为啥要送回去呢？让大年兽把贝比奇他们收拾掉不香吗？哎，父母的心情你不会懂的。博士，你说什么？我是说，特工队如果被年兽打败，那我这聪明智慧不就被年兽比下去了吗？哦，捣乱，捣乱还是自己来才爽。你收拾一下地方。对了，我饿了，把汤圆煮了吧。汤圆？吃汤圆。过年就应该团团圆圆的。啾啾，你怎么还没来？菜都快被闪电猫吃光了。胡说，明明你吃的最多。哪有，你才吃的多。不可能，本喵减肥呢。好了好了，我马上就来了。